老板娘，你们谁有空给我打点任务去呗？哎，你们能不能分散点注意力给我？我那灶台上烧着菜呢。小燕子，去帮大妞打点酱油。啊。去隔壁老王的店铺，让他们击掌，约定一起付。好。你看看你失婚落魄的这样，就算你的小仙女再走高冷范儿，你也用不着这样吧。老板娘，我想唱首歌。啥歌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哎呀，这是谁把席梦思立门口？哎，还挺圆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感谢上苍让我们相遇。请问这里是古镇酒楼吗？这里是古镇酒楼，客官是用膳还是喝茶？请给我们来一壶碧螺春加糖，谢谢。这喝法够创新，碧螺春加糖一壶。好嘞，碧螺春加糖。二位客官，这边请。来，喝点水。两位客官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您就是貌美如花赛天仙的老板娘吧？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没错，正是在家。太好了，七天七夜呀，我们终于找对地方了。这听口音看打扮，两位客官是外地人吧？是的呢，是的呢，可外可外可外的了，我们来自白家庄。原来是从大名鼎鼎的白家庄赶过来的，那可真是不对。白家庄到这儿走了五个时辰，起码一个时辰就到了。二位晕了多久？七天七夜啊，真的是七天七夜。我能采访采访两位吗？那是咋来的呀？爬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是货真价实的路痴，刚一出门就指错了方向，马都累死了好几匹呢，都跑了两天两夜的冤枉路。对了，客官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对对对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找什么人？一位亲人。什么亲人？未来的主人。什么特征？一个女人。说了半天一条永远的线索都没有。行了，我还是给二位看看茶有没有泡好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有名字。哎呦，多新鲜呀！市场上卖烧饼的都有名字，人家不光有名字，还有绰号呢，叫烧饼小五郎。别打岔，我们要找的人，他的名字叫雪晶晶。